亲爱的小伙伴，欢迎收看悦耳音乐酱，我是小薇薇。有才华的音乐制作人越来越多，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一些新的歌曲通过短视频冲上热歌榜，其中有些歌曲呢还是非常好听的，一起来了解一下吧。一想到你我就哭恨别梦久，下去只会埋眼流。来自音阙诗厅的赵方静演唱的这首国风电音歌曲《芒种》最近爆红网络，占据了短视频 BGM 的半壁江山，前奏一响瞬间被惊艳，副歌部分的歌曲尤为好听。一想到你我就恨情不上所有苦海求，这首电音风的歌曲《失眠飞行》最近也霸占了很多的音乐排行榜。这首歌的编曲是本土实力电音制作人接个吻开枪完成，甜腻的歌词加上夏日浪漫，单身狗还是少听几遍吧。想和你一起闯进森林潜入海底，我想和你一起看日出到日落天气，我想和你多想在平庸的生活拥抱你，是隔壁老樊作词作曲并演唱的一首歌，自发行以来长期霸占排行榜，嗓音有着超乎年龄的成熟和独有的沧桑感，搭配上简单的歌词，一下子会把你吸引住。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听一下吧，拜拜。世界上有很多的东西，你生不带来死不带去，你能带走的只有自己和自己的脾气。你曾拥有最美的爱情，你听过最美的旋律，触摸过一个人孤独的恐惧，也看到过最美的风景。一起